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厨房，我是 J-Lo。 今天呢我带了一个靓仔厨师过来一起做嘢。大家好，我是 Simon。 J-Lo， 我们今天将会煮什么餸？我们今天煮一个海鲜豆腐汤。其實用咩海鮮都得嘅，我哋今日用三種啦，魷魚啦，陣間會大家見到一個片仔啦，跟住就會用啲中蝦咁樣樣。好啦，我哋而家切好曬啲姜蓉同蒜蓉之後咧。咁我哋可以開始爆香啲海鮮佢啦 ，OK？ 咁我哋開始咧落個砂鍋度加水，開始煲湯啦。其實韓國食豆腐咧有一個特別嘅寓意嘅，其實咧有好多人咧喺個電影入邊咧放監出嚟咧，佢哋第一樣嘢就係食豆腐，其實係為咗代表咗一個好純潔，即係將啲衰氣咧去走曬咁解嘅。